不按时吃饭，人还是首先要过好自己。然后就听到我妈的声音，我说，怎么突然有妈的声音？明星特别任务，不带这么玩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许海乔。我在一边发微信一边关窗户的时候，我脑子里还闪现了一下，哇，这么高，因为17楼还是11楼，反正很高，自然而然的用那个拿手机的电话去拉那个，然后那个手机就弹出，眼睁睁的看着他坠到了1楼。那他竟然可以修好啊！你坚强，你坚强，其实挺多事儿的。综艺我家那小对，也一直录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录了一大部分，就很不一样啊。人生啊，永远想不到你下一页是什么。谁能想到我跟我妈能在一块儿，在一个综艺上，所以我觉得还挺神奇的。我带我老妈去河南卫视面试这个综艺，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个波波在亮，我就问他们，我说这个是在录吗？他们说啊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每个嘉宾都会来测试一下，这是绝对不会播出去的，这是绝对不会播出去的。他们上周不是最后下一期预告播吗？对啊，我不知道。然后在家这样一边看手机，然后就听到我妈的声音，我说怎么突然有妈的声音？她吐槽我的吧，我都能接受，因为她说的我都挺对的。真的是我，她说我的一些问题，其实我倒是也自己知道一些休息一些问题。不管是单身状态，还是找到伴侣的人，我觉得都要先把自己过好吧。希望能找到一个很乐观一点的人能够带动我吧，只要是脑袋一沾枕头马上就很清醒。我想去一次不舒服的旅行吧，去做旅游，就是去一些比较会给自己制造困难障碍的地方。Hello Hello Hey， 请给我舞台。 Hello Hello Hey，纯白的可爱，哦嘿嘿 baby， 有你我不怕阻拦，梦的最佳位置，因为有你偏爱，有你偏爱。这首歌一零一，他们说乔叔你咋啥都会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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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急得进去，对，急得进去。他是故意要唱完，故意要唱完。以后你走路的时候呢，能不能小心一点？非得要撞在我身上，说得好不熟练。啊，这样啊，超可爱，还有帽子。现在我们在直播当中就会送给大家，要快乐哦。那我们到目前为止节目就已经圆满结束了，我们就和屏幕前的粉丝朋友们说拜拜吧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这趴结束了是吧？这鲨鱼最近特别爱咬嘉宾，你看，还是那颗吗？对啊。